然后小狗还没有打完，就尽量是要给它出去外面。打完了之后比较安全，对，就比较安全。然后后来要知道之后，你要看它的这个brisket，就是我们的胸腔，我们的排骨，它气到哪里。如果它的 length 这么长，它的排骨气到中间，就是讲这一只狗啊，它跑步的时候它会上下上下的那个。 你看，如果我的 length 这么长，我的肚子在中间的话，那我跑步的时候就这样，那我的排骨，这个是我的排骨的话，这个是我的后面的那个脚，它就会这样，它跑步的时候就这样，手就变成它 support 不到自己的一个重量，所以它的排骨一定要气到超过后面的地方，超过一半的地方，然后排骨跟 屁股的这个 crook 的中间的这一道骨叫做 locking 一定要短 ，locking 短，排骨这个地方长了之后，你的那个身体才会分。比如说这边是我的胸腔，这
边是我的 login， 这样我跑步的时候啊，我才不会在中间那边这样有油这样嘛，它一定是手力了吗？ login 是这边的。不是，这个是它的胸腔。落音比较短的话，落音比较短的话，它就会，它就跑步的时候就比较硬哦。如果你落音跟你的胸是一样的话，它跑步不是这样，是，所以就不好看了。这个就是考虑你的体重一种哦。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们是看这些东西了。然后它的头巾耳朵一定是要斜出去的，这个跟眼睛跟鼻子一条线。Corgi 一定是要这样的，他的耳朵不可以这样子跟狼狗这样子，他一定是要这样子。
教我